代开始。年龄跨度很大，都是全是小孩在替他加油。非常漂亮。哇，这感觉。再看，还有很多没有比赛的我们国乒的球员啊、教练都在边上坐着。机会球。擦边。11-7，这样的话，梁靖昆率先。如果这个还没有看过这组照片的朋友们，可以在新浪时尚搜索陈曼夫。哇！许昕在混双上有很大的一个成就，梁靖昆在个人的单打上其实也有很明显的进步啊。嗯，许昕在这些。哎呦，好！许昕两人之间的反手得分是13-3，梁靖昆在反手得分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。发球局要拿分的，是因为直拍的话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又是一个反手长，漂亮。这样的话，梁靖昆在第二局已好，第三局。拖板相持，哇！
是你是。漂亮，四比六，难上了，三比六，对，一直被压着，我这就是赢了还有戏，哎呦，我擦，这种球肯定是许昕正手。十比六，十一比六，十一比六，能够在开局首先先确定优势。二比三。我落点一。五比二。三比五。好球，不然变化。看天王山了。漂亮，十一比四，十一比四，形成那种正手的。好，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。我刚想问你，你最怕许昕给你打什么样？还有，漂亮，五，还有，漂亮，这球许昕，哇，五比七，赚了，这球许昕。然后这球发完之后，在球台上，哇！哇！或者是发长球，哎呦，可惜！漂亮，好
求梁靖昆，这样的话是先变哇，这球非常转，这球是许晴的球，好球！7-10。10-8。11-8，这样用这两个发球，3-0。现在反手好球，梁靖昆哎呦还有哇，这有一点运气成分，这球打哪儿了，这怎么啊，看有没有回放，有回放看看，这车怎么打那么远，是不是打擦边了，没有还可以，再看一下，这车下一个正有一兜，你看有，这就弹回来了啊，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啊，我昨天这个球吃太多亏给我兜懵了，似曾相识是吧，对，
球，这你这反手也是比较许昕罚球，反正突然一个加速啊，反手还有，哇，这是许昕太漂亮了，还是发不过，再次打平，五走了，球等待正手位了。擦网，11-12。哎，恭喜许昕，13-11，4-3大比分拿下了整场比赛。我觉得他今天采访。